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釜山大学社会科学大旁边的一座花园，这座花园的名字叫做梨园亭。亭子里面有一些座位，然后平时大家都会坐在这里晒晒太阳啊，看看叔叔的画之类的。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. You don't have to run. I know what you've been through. 接下来要带大家参观的是法学馆。法学专门大学院、法学系、法学研究院、法学图书馆、法律咨询所、农协自动化柜台都在法学馆里面。法学系作为釜山大学非常引以为豪的专业，2020年，釜山大学法学院共培养出了6名新任法官，占据韩国大学排名的第3位。接下来，我带你们看看法学院的内部设施。通过3楼这个走道一直往前走，可以走到图书馆。我这里有一个法学馆的图书馆的一个退书的一个机器，就先按这个盘塔退书键，然后再把书放进这里面，然后再点完成，然后这样就可以自动还书了，不用去图书馆里面。我这边是开馆时间，九点到晚上9点。这个是法学科的一个办公室。这边是法学院院长室，教授会议室，我上班的附属室，这边就是行政室。接下来带大家参观的是三星产学合作馆的大楼。釜山暨南汽车研究中心、电脑和信息通信研究所、生产技术研究所、环境研究所以及国际专门大学院都在这座馆内。
下面由我来详细介绍一下釜山大学的国际专门大学院。国际专门大学院共拥有国际通商、国际地区协同专业、国际物流与港口管理专业、EU 专业、韩国学五个专业。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釜山大学官网。